五句任正非经典名言分享。第一句话，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思想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境界。第二句话，我们要做一个有情怀、有追求、有担当的人。第三句话，企业家要有三个品质，第一，要有远见，第二，要有胆略，第三，要有智慧。第四句话，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去看问题。第五句话，宿命是人知道差距后而不努力去改变。任正非告诉员工，人和人是有差距的。希望大家喜欢以上任正非的名言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分享，那么请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佛法与名言的分享。订阅后，你将会得到最新的视频和资讯，也能为我们的分享提供最大的动力和鼓励。感谢您的支持，祝愿您平安幸福。请大家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哦。